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42首《子夜四时歌·东歌·李白注》。东哥，人家有一书法，一呀是金宝，左手挑剑柄，那堪把剑刀，彩虹旗万朵，旗也都临头。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